新的单槽复线机，型号也是1.5升的。它跟二型的区别就是加了一个加温装置，然后多了一个抽吸功能。这是主机开关，先按红色键复位，再按绿色键启动。这是加温开关，这是挂板，也是跟电机直连的。这是充气开关，打开流量计，现在已经在充气了。这个温度可以根据说明书，也可以根据你的那个客服的需要，大概在几度，你可以自行设计的，自行设置的。参照那个说明书那个调节方法，速度可以无级变速的。我们试验呢，现在是清水搞的试验，反正客户你们那么资金要什么试验，随便用什么做都可以的。现在天气热，那个温度上升很快的。如果关机，就先变频器复位，复到0位，关掉主机，关掉充气，关掉挂板，关掉直接关掉加温就可以了。Thanks for watching.